与风同行，不畏千险万阻，知难而进；与梦同行，无惧成败曲折，行者无疆。且听风吟，聆听创新的强音。1947年7月1日，黄浦江畔，上古扬帆起航。历经70余年历史的上古，是中国最大的装备制造集团上海电气下属的骨干企业，产品应用于电站、冶金、矿山、环保、石油、化工、隧道、核电、军工、船舶、风洞等行业，在工业风机领域引领着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上古以科技高端为先导，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上古的电站风机是中国最早引进、最早推广、市场占有率和可靠性最高的主导产品。国内首台12.5万、20万、30万、60万、90万、100万、124万乃至135万千瓦机组的火电锅炉风机，都是由上古设计制造。其中，电站轴流风机曾获得国家质量金奖和国家重大装备一等奖。上古设计制造的3-1环保节能风机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全球最节能、最环保、效率最高的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100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火电厂选用的是上古风机。世界首台套大功率国产电磁轴承主氦风机工程样机在上古成功完成100小时的热态验证，被专家们称为是里程碑式的成功试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等媒体都报道了这一重大成果。上古与清华大学联合开发的我国第一台 HTR-10 高温气冷堆主氦风机，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由上古自主研发设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站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关键动设备之一的氦气压缩机，主氦风机已发运到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站现场。氦气压缩机是核电站燃料球输送系统和吸收球系统的心脏设备。国际第五个、中国第一个汽车风洞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实现了中国大型汽车风洞零的突破。风洞的4个关键指标达到世界第一，而与这4个世界第一密切相关的2台关键设备，正是来自上古。CTW 风洞是一座高雷诺数跨音速风洞，是国家发展大型飞机的必备条件。在建的 CTW 风洞项目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风洞，其压缩机及风机是风洞的核心系统，由上海电气承担研制，上古是其中的研制核心企业。上古从70年代生产的国内第一台3-1离心压缩机已有40多年的制造历史。上古为国内多家化工、石化企业提供了多台多种类型的压缩机产品，研制成功了国内首台电气脱硫蒸汽压缩机。在矿井、电站、隧道等行业，上古公司不断推出科技领先的新产品。一座座里程碑式的超越，上古一次次领跑在技术的前沿。上古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于追求产品优质、工作优化、管理规范、
不断创新，开展卓越绩效管理，确立了质量总目标和各部门分目标，以及每位员工对产品质量所担负的责任。公司获得上海市质量管理奖。上古拥有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骨干团队，以及强有力的质量检测系统，上古现在是全亚洲唯一具备进行工业风机全性能试验条件的企业。据国家电监会对全国200,000千瓦以上大型火电机组风机运行可靠性指标统计，上古风机产品得分最高，荣登榜首。不断推出科技高端的产品，不断推进优质规范的管理，上古产销值也不断创造了历史记录。11次蝉联中国机械500强称号，国家商务部颁发的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上古不断在为行业树立典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古提出了优化产品结构，加快转型发展，以透平机械产品制造为核心，集成相关产品形成系统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系统服务商的世界一流企业，推进有序发展的三步走战略规划。上古新的生产基地正在东海之滨的城市启东工业园区建造，它将为上古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证。企业理念精炼升华，团队精神蓬勃昂扬，上古涌现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员工。创新中国风，助力上古梦。上海电气古风机厂有限公司以梦想者的信念和坚持，以创造者的远见和智慧，将开创一个上古新时代。上海电气古风机厂有限公司。